前生笑流波，一日尊教耽误片刻，何为就几句话相随？哦，抱歉，答应查明杀害比较元凶之生，何为强要失约个？尊教此言何来？前生不用管，我只愿以此心担保，行刑者绝非了找之凶手。他这位人以过往先行，在在特地发为这般偏私为何？我的这样，便是了我素来秉持之公正。但何为不能看孙良如行刑者，正是蒙受不必之冤，望先生明察。抱歉，抱歉。何尊者今日的背影，分为令人哀伤，又为何突然向我说了这番话？莫非回忆终有大事发生？八路，请往吞噬屋口再说。凌风举起来，立寒极度先生，两人联手施展新贵毒术，准备融合上天阴灵咒。重组本日机制。好，好，驾动两人催化阴灵咒。此时一道庄严无悔身影迈步踏上，下了高音惊小心，这回为祸最吉用。凡夫识破自梦行，无体无修无染着，逍遥探动其心清，心中尽佛现光明。大师你大道无悔，涅槃先生你真了如此？应该问大师，你真愿如此？如此真心，何患大道之意？下入心有何足有因？是重生之苦，我不自卑，阴灵之事，若正义需要这份力量，化为金光，动人不将。我日之前已经开端，小心将吞灭心手，不可再有因。可是，这样。你别无选择了。好，天灵之将是佛心，是愿心，更是大慈悲心。好，在下佩服大师之大义，众在奉将奉下地救世之道，本心煎熬魂不旁，只愿积极降临，挽救心咒重生。凌风举起来，故意金光牺牲神武，投入连剑罗之内，大刀之行几无反顾。好，哦，就在此时，新贵之术融合天会，上天异灵以及至圣灵魂。从此趁扭转天邪希望之功，纵横无匹力量，令人不凡。剑神阿修罗倾心一出，剑会再现。若是希望之功。现在就等上苍开掌了，无天休矣。为了创造斩龙神兵，涅槃的极道先生提抗的真，只能等待直接出现的一刻。为何至今也未完成？不用心急，如果再不成功，那就完了。少一标，想办法。
声响，神州动力停，只因希望之光破天而出，救世神兵即将降世，成功了。天神一声雷，帝王献佛功，正当天神神兵即将降临，叶寒与吉多先生两人同时动作。神之灵，鬼之功，扫一镖，只见扫一镖。再闻武勇之力，传说混入天池之内，瞬间希望之光闪耀，在天之上。好、啊，将呢？就看人中之龙，能否掌握希望之光哦？我相信一条蛇，此剑将化为最适合人中之龙的形态。这次真是多亏恁了，彼此彼此。